晓得的张曼丽。哎呀，那哪能变得刚好看了啦？哎呀，我记得像变了一个人。咦，哎，过去的张曼丽啊，搿张照片弄出去，啥人认得出是我？对不起，拜拜了。哎呀，哟，今朝礼拜六，好，等他出差回来。等到今早回来，我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。哦，对不起，我走错人家，走错人家。哎，没错，这里是侬屋里。搿搭是我屋里。嗯。喂，搿么侬是啥人？我勿认得侬嘛。喂，侬再看看清爽，我是啥人？啊，是美丽！哎，看看我这面孔哪能？哎，一张面孔好看倒蛮好看的。哎，侬刚刚特别爷爷让我来撮我。嗯，搿么面孔到底哪能啦？口子蛮好看，我总觉着哪能有眼两样啊？我去山顿等了。山顿等？嗯。哦，我出差一个多礼拜，侬工作调动啦？山顿等是整顿交通。还是整顿市场？不是的，我面孔做过三整顿了。面孔好三整顿？哎，我到美容院去过嘞。哦，侬去美容过了？嗯。哎，给我弄这个头发？做过嘞。眼睛？挖过嘞。鼻头？提高嘞。嘴巴？开大嘞。好极了，一只面孔开膛破肚了。哎呀，这个新冠呀！哎，侬搿能做一做，要几钿啊？哎呦，还好呀，5000块。几的啊？哎呀，5000块呀！啊，弄个能做一做要5000块。啊，弄啥地方来5000块？咦，那不是自家抽屉里摆了海吗？啊，抽，哎呀，抽屉里那个5000块是我准备带了爷娘做文登的呀。文登的做了刚好做啥？哎呀，文登的嘛，啥路线个门面？可么我搿只门面也要紧的呀。哎呀。阿聪，我搿个叫美容投资呀，我是电视广告里看得来的。电视广告里？嗯。美丽，讲句心里话，我是欢喜侬从前搿只面孔，现在搿只面孔虽然美丽，我总觉着像假的一样。阿聪，我搿能介做当然为了侬好呀，我是让你再看到我的美丽，再看到我的青春，亲爱的。做搿种事体要双方的接近啊。我总觉得侬成为一个陌生的女人，侬面孔上的零件侪是组装的，不是原装的。我，阿聪，我过去是侬的美丽，现在也是侬美丽，将来永远是侬的美丽呀。那，讲句心里闲话，我当然欢喜侬从前搿张面孔，现在这面孔，虽然美丽漂亮，但是我觉得。像假的一样，我又没戴假面具了，我只不过到美容院去了一趟呀。搿倒也是个，好吧，让我慢慢叫适应适应。哎，对了，走，阿母娘到外头去，到马路买物事吃夜饭，来适应一下，好吗？哦，用搿种办法来适应啊？嗯。哦，不来是不来是了。侬想一下，阿拉两个呢，手拉手，肩并肩走出去，假使碰着认得那个人。人家不要误会的，当着我寻着个第三者来。美丽，我刚刚当选为经理，我要注意群众形象嘛。搿侬讲哪能办啦？哎，我都有个好办法了。